周总，真不好意思，有失远迎。欢迎就不必了，本来我不想来的，但是之前都说好的事情，你们临时变卦，我总要问清楚。许念那丫头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真是对不起呀，周总。 您能看上他是他天大的福气，谁知道他居然不识抬举，居然和一个司机胡搞。您大人有大量，我们也不知道他会干出这种事情。不过怎么说，他脸还是好看的，对吧？你什么意思？2楼右手边第3个房间，只要您愿意，他今晚就是您的人了。啊、少爷，宁家到了。 天哪，那不是 SN 集团的顾明言吗？宁家居然这么大面子，能够请到他。顾明言，哎呀，顾总，您大驾光临，实在是让我们宁家蓬荜生辉呀。您客气了，快把许念找出来。我已经找人去找了。哈哈，您喝点什么？我马上叫人给您准备。我要是攀上了这尊大佛，就不用讨好周国栋了。宁总。 该您上去讲话了。嗯，我知道了。您先坐，等我招呼一下客人，马上就来找您。嗯，这宁涛可真是个势利小人。话说，怎么还没找到许念？难道他不出席宁家的宴会？可是，好难受啊！我说给我准备了什么东西，原来是你。 谁在说话？许念，你注定是我的人。不要，救我！穆随风，救我！下面我给大家展示一下宁氏未来5年的规划，请大家看屏幕。许念，你注定是我的人。这是什么？怎么回事？还不快把电脑关掉！宁总。 电脑被入侵了，关不掉啊！给我把插头拔了！这是您家的那个养女吧？真不要脸！这恶心！许念这丫头，我要杀了她！你是什么人？哼，我的人你也敢碰？天哪，那是顾总吗？顾明言，他怎么会去护着许念？ 少爷，冷静点，救许小姐要紧。也是，先放过这个费用，之后再慢慢算账。许念，你怎么样？还好吗？我带你走。顾总，这个人我要了。哎，顾总，您等等。怎么，宁总还有事？顾总，您可能不知道，我这个养女作风有问题。 他前几天刚和一个司机，那个人是我。顾总，您的意思是？宁总，我们现在要赶快把许小姐送到医院去，剩下的事情……发声明的人是邵逸婷，眼瞎的也是邵逸婷。那天车上的人是我，顾明言，懂了吗？哎哎，是，懂了。老公，怎么样？ 电子屏幕上怎么会出现那种东西？是不是你搞的鬼？谁知道那个死丫头和顾总有关系？老爷子想把股份分给许念，要是不想办法逼死他，我们怎么办？你给我闭嘴！顾总一定不会放过我们的。医生呢？顾总，别急，让我看看许小姐。